guys gon' know what to do. That's my shit, that's my weed. Do it like that and I repeat. Don't be scared, I ain't afraid. Just like that, come on my way. That's my shit, that's my weed. Good night. Can you blow my whistle, baby?发问，那我便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版本是一对横行霸道，为了让每一个你不被SSR无脑吊打，贯彻爱与人人皆可CV，我是可爱又迷人的三国大反派党关晓彤，我与王祖蓝的对决即将开始，快来玩三国志幻想大陆，加入我的战队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我们在三国志幻想大陆等你，三国收菜就是现在。 我是梁爽，是一名美妆博主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安利一个好货，什么货？二十不惑。二十不什么？二十不惑。你红掉姨妈掉的叫姐，哎，那不涂的呢？叫哥。参加发布会时，有些人表面高冷严肃，其实背地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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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马和袋子的，一二三 ，Let's go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。Иди сюда, я тебя поцелую. Ты сногсшибательная, я не верю сам, что ты моя.
我是关晓彤，这些呢就是我今天的放纵晚餐，因为今天工作比较辛苦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看看我学会用剪映之后的。这个呢是我非常爱吃的宫保虾球。这个呢是我特别爱吃的菠萝咕咾肉。这个是煎的这个鱼面鳕鱼。学会了吗？艾特我交作业吧。只是碰一下，我某年某天遇到胖胖的他。碰巧我被人欺负，他用正义碾压。又碰巧我食欲大增，吃得像个冬瓜。碰巧我一直默默守护心中的他。碰巧了我们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碰巧我帅气迷人，他也闭月羞花。碰巧我生命中没有人能取代他。碰巧我眼里其实一直一直有他。碰巧就碰巧，10302他。想看男神吗？超级帅那种。真的吗？不信跟我来。当当当，10月30日来看电影《月半爱丽丝》，什么样的男神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，由我主演的《月半爱丽丝》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了，我在影院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月光中留一条条纯洁，早已习惯每天你的出现。关晓彤，现在李雪琴就在我房间里边呢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但是你看她，已经搁那吃了我三份减肥餐。减肥餐，减肥餐，多吃才能减肥。你说的都对。不过大家如果还想有什么新的减肥秘籍的话，可以在10月30号去看电影《月半爱丽丝》。走吧，走，赶紧吧。想要 get 同款吗？12月4日晚上来 Only 中国直播间，我们不见不散哟。你是微笑里的甜，还是眼泪里的咸？配合着这味道，我最想念。你是夏天里的雪，还是白昼里的夜？是我从没体会过的。我马上就要跨过我的2020了。我就是你。